我是云朵，和我一起吃瘦吧。这竟然是一个酸甜口的巧克力。把新鲜的草莓切片，不用预热烤箱，100度烤40分钟，记得开风挡哟。不用烤得很干，用低碳水的100%黑巧克力，我用了40克，不妨多放一点代糖，不然太苦。等它融化了，少量多次的放入淡奶油。我放的太多了，所以出油了，可是又不想再加巧克力，就这样吧，注定了它最后的颜值可能不太干净，找一个方形的容器抹平就行。在黑巧克力的映衬下，草莓片是不是很像红玫瑰？用开心果或者南瓜子点缀一下缝隙，轻轻按压，让它们更服帖。没想到巧克力我还要撇油出来，冰箱冷藏1小时就可以拿出来了。和我预想的一样，最后的成品表面覆盖了一层油。如果这次很成功，我会说它不只是好看，酸酸甜甜的口味竟然很平衡巧克力的苦味和腻。冒着睡不着的风险，我吃了5块，好吃的真的停不下来。最后一块被我随意包在案板上，估计妈妈不知道它是什么恶心的东西，扔掉了。如果你喜欢偶尔和云朵一起吃恶心的东西，那就收藏关注做起来，咱们一起变得更瘦更美更幸福吧。